视频的开始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评论区留下大宝贝，我就送你一句土味情话。作天作地的外国小伙们，除了敢做让人瑟瑟发抖的挑战外，他们还敢挑衅全世界最凶猛的生物，那就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乔把女友新买的口红拿来，整整齐齐摆放在桌子上后，就把刀给加热至1000摄氏度，然后对准口红就切了下去。感受到高温的口红立马就断了，并且融化成了一滩液体。如果此时女友醒来了的话，外国小伙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可对于后续结果，外国小哥根本不 care， 甚至还打算破罐子破摔。这不，准备了一小锅的热油，然后又找来了女友的口红，二话不说就直接放进了滚烫的热油中。口红接触到热油的瞬间就融化了，而融化的口红也将热油给弄成了黄色，1分钟不到就毁了一根口红。这外国小伙怕是口红终结者，小伙如此浪费口红，要是被女友知道了，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想必明天就要喜提单身dog了。一首梁静茹的